老乡，平跨湖盖起小洋房，光棍娶上新娇娘，懒汉变成了勤快人，山谷飞出金凤凰。昔日大歌星，今日小村官，村民八大一大摊，洗歪了一身胆，大胸膛装着一道道水，肩膀扛起一座座山。改造费那300你还没交呢，交钱，300。300你不交是吧？你不交是吧？300是吧？300个洋芋我有，你要不要？300个洋芋才值几个钱呢？啊？你真不要是吧？300个洋芋都没有呗。哎，等等。300个洋芋是吧？我要。我。等一下。不能再跌了，再跌我这一仓库的药材就要亏本了。你找。齐平的党参，30块一斤，我都要了。40。35。40。36。40，少一分都不能卖。贵了是贵了一点。不过货挺好，40就40吧。嗯，哎，你就带了这点啊？带了这个。什么价？20。行，成交。哎，你怎么不还价了？只要货好，就值这个价。再说了，我有时间跟你还价，我还不如干点别的赚钱呢。那刚刚还啰嗦什么？哎，你就这些货啊？还有党参150斤，当归100斤，都在车上呢。当归150斤，党参100斤，8000。你是要现金呢，还是转账？转账，转账安全。那你再给我8块钱吧。我为什么要给你8块钱？转账费啊。这点小钱还计较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转账的话明天才能到账。那我要现金就好了。那我们先验一下货吧。行。算了，算了，改造费拿去。真给我了？给你。我真拉走了。拿走一堆破洋芋，一天3顿吃，早吃腻了。拉走，拉走。看一下，这是8000块钱，数一数。哎，姑娘，以后有这么好的货，都送我这儿来吧。哎，知道了。老赵，哎，现货。哎，好嘞。付一笔。
这梅花，货都卖了，我爸一定很开心。你就是郑梅花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是赵有宝啊。赵有宝？不认识啊。不是，你妈没跟你说你今天是跟赵有宝来相亲的？相亲？啊？你看，这不是你吗？ 又被我妈骗了。哎，梅花，要不进屋坐坐吧。我是被我妈骗来的，我不是来和你相亲的。不相信就不相信，你坐会儿总可以吧？不去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你的手受伤了。没事。你赶快包扎一下，不然会感染的。店里有酒精碘伏吗？有啊。 赶快来，好嘞，拿着，谢谢啊，慢走。啊，哎，买洋芋的。啊，哎，万喜兄弟，哎，你怎么卖洋芋了？你家不是没种洋芋吗？哎呀，替别人卖的。走着，嗯，要不来几斤？啊，看看，又香又甜的紫皮洋芋，特别棒。给我来5块钱的。哎呀，好嘞，来，您自个儿挑啊。 挑大的，这个，来，哎，这么多洋芋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卖完。哎，这个前面呀有一个洋芋搅团小店，他们家就收购洋芋的，一会儿啊我过去帮你说说啊。哎呀，太谢谢了，走了啊。哎，何老嫂子，你们家那个改造自来水的费用咋还不交呢？哎呀，一提到这儿啊。 我真是一肚子的气，我什么方法都想了，他就是不给钱。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？那你得抓紧时间呐，工程队马上就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那这，哎，这，嫂子，如果您想在今年用上自来水啊，就必须给大一钻哥这来点狠的。哎呀，我什么狠的方法都使了，我现在呀。 不做饭也不烧水，我连衣服都不洗了。是吗？你说我现在都受不了了，你看看他跟没事人似的。哦。哎，万喜兄弟，你想想办法呗。我有啥办法呀？这最了解哥的还不是嫂子您吗？这是。哎，嫂子，那你想想，平时那哥最在乎啥，最关心啥？ 你只要找到他的要害，给他来这么一下子，啊！哎，嫂子，哎，等会儿，你这个还没给钱呢。哎呀，都不怕，哦，谢谢啊！哎，明天一准啊，我保证给你300块啊！哎，太好了，嫂子，哎，走了，再见，走了，我等你好消息啊！啊。 嗯，我的洋芋呢？我洋芋呢？我洋芋呢？ 拿走了，这可是我一个月的口粮啊！给你钱，谢谢啊！哎，不客气，走喽！哎，走好！哎呀，搅团店真的是帮了大忙了，不够啊，还差100多呀！ 你把我洋芋卖了，啊！不是你让我卖的吗？改造费你忘了？那你把钱给我！哎哎哎哎，给我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是你让我卖的，怎么能抢钱呢？你给我！哎，不是我的，你怎么不讲理啊？你这个人，走，走，蜘蛛瓶里就，你干什么？走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陈队长，你来了正好，这个是二身手加了改造费，你快走，快！哎，你快走，你来跟我来跑啊！陈队长，不是你，给我快点！别，陈队长，我的我可还好，你快跑！
我的钱，我的钱！陈队长，快跑啊！快跑，陈队长！你追不上了吧？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。吃饭？干嘛吃饭啊？相互了解一下嘛。没有什么好了解的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不相亲。你有对象了？咱俩这才第一次见面，你怎么问那么隐私的问题？我知道，今天我给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我发誓，我平时可不是这样的。不是你的原因，是我自己不想去相亲。喂。啊。啊。什么？他不唱了？明天就要演出了，你今天跟我说他不唱了，什么怎么办？接着找啊。你要找歌手？是啊，是我们要找个有名的歌手。这不我们孙尼村第一次搞旅游节嘛。这个京剧馆让你弄没了，现在洋芋也让你弄没了，我跟你有啥仇有啥怨？我找支书去，给我评评理。行了，凭什么？你不讲理，还凭什么理啊？那个，哎，啥理？你干什么你？你让开！你走！你干什么你？让开！让开！走！走！你跟我走！干什么？你走！啥呀？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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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！大爷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走！哎呀！别理！大爷！哎呀妈呀！不就是100块钱吗？我还给你。行，没钱了，你别急，我回屋给你取去。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不要钱了。那我还你洋芋，明天给你买行不？我也不要洋芋了。那你要啥嘛？我去你家吃饭，我吃一个月。啥？我就去你家吃一个月。你凭啥去我屋吃饭呢？凭啥去你家吃饭？你把我洋芋卖了，我吃啥？我去你家吃饭。我还你钱，还你洋芋还不行吗？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找程队长把钱要回。以后我永远我都不装自来水，万一镇上检查，我就说因为你，我才不装的。二伸手，你这是耍无赖！我就耍无赖，你答不答应？不答应！我答不答应？我就不答应！不就一个月的饭吗？去我屋里吃去。好，梅花。啊！别惯他，明显是在讹人。我就是讹人。没事，反正我也要给工程队的师傅们做饭，不差他这一个。哎，你那我以后就去你家吃饭了。我叫工程队的人说了，你家的饭做的可好吃了。哎，梅花，那我明天就去你家吃饭了。好，我走了。早点来啊，不然饭都凉了。哎，绝对不会迟到的。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无赖土匪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老同学，不好意思啊，刚一见面就让你看一出笑话。你这话就见外了，咱俩谁跟谁啊？那是那是。哎，去我屋坐会儿呗。梅花，一块。来来来，哎，上车吧。哎，也行也行，上车上车，走。吃个苹果、啊。不是。赵有宝啊，好久好久不见你了，听说你发大财了。嗯。啊。阿姨，你可别那么说。哎，我只是赚点小钱。可比不上万喜，他一首歌都好几万。哎，结婚了吗？啊，没有。哦，有女朋友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姨给你介绍一个。啊，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啊，万喜哥。哎，赵有宝说想请你唱歌呢。唱歌？上哪唱啊？我们村啊，孙集村第一届旅游节开幕仪式。啥时候啊？明天。明天？那我没时间，我还得收那个自来水改造费呢。工程队马上就要走了。哎呀，那钱啊难收，这能交的早就交了，交不了的那都是困难户。他们的家当啊，
加起来也值不了几百块钱。跟你说啊，我打扮吧，我可是答应过杨爸必须搞好这个饮水工程的。那还差多少钱？还差10000多块呢。才10000块钱，你唱首歌不就有了吗？对呀，哎呀，我咋没想到啊？我唱歌，你买单啊？行，那咱们说定了啊，明天你压轴，一言为定，来，一言为定。哎呀，小心！不好意思啊。我不是跟你说我最近走不开吗？过段时间再回去。你别跟我耍心眼啊！赶快交钱！怎么你也问我交钱呢？我交啥钱呢？别装蒜了！你以为你去孙集村演出的事情我不知道吗？嘿，我这奇了怪了，我晚上刚跟人谈妥，你咋就知道了？哎，你不会是在我屋装了窃听器吧？难道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网上搜索你吗？孙集村旅游文化公司的广告都发布到网上去了，民歌歌王倾情演出。按照合同啊，你应该给我10%的提成。这个活不是你给我接的，我凭啥给你钱？你这个人有没有点法律观念啊？你回去好好看看你的合同，只要是你的演出，我是你的经纪人，就应该有提成。快交钱！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问我要钱，你知不知道这个钱我是派什么用的呀？这个钱可是咱们村的自来水改造费，你知道不？我把提成给你，咱们村就有4到5户人家喝不上自来水，这个钱你好意思要吗？这年头还有人家没装自来水啊？你自己去网上搜搜，看我有没有骗你。那好吧，那这次就算了。那你演出完了赶快回来吧。那还差不多，就这样。哎哎，等等，别挂别挂，我还有事找你呢。干嘛？那个。你那儿有没有打印机啊？我这一分钱提成没要到，我还搭进去一台打印机啊。这你放心，红祥村的人民一定会感谢你的。日子还能不能过了？不能过，滚！你这个挨千刀的，自从嫁给你，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。谁后悔呢？滚滚滚！有本事你就走。儿啊，不是妈不要你，你可不要怪妈呀！哎，何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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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听我说，你有了，是不是有了？哎，我的儿子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？真有了。哎，咱俩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大姨钻终于要当爹了啊！哎呀，谁知道黄河的水干了啊！哎，好的好的，哎，你跟我说啊，你想吃什么，我这就给你做啊。这你还洗了吧？想吃酸的不？酸儿辣女，我这就去，我去给你买橘子啊！我去买橘子。我想喝水，我渴，我要喝水。喝水，来。我这就给你打去，我到河上给你打水去啊！哎，
人家说了，喝河里的水有寄生虫，对胎儿不好。这，那喝矿泉水，我给你买矿泉水。矿泉水，矿泉水也喝不起啊。为了我儿子，一定要喝，我买，我买得起。那，淘米洗菜，要是用河里的水，那也有寄生虫啊。是啊。哎，这样，自来水卫生，咱们装自来水。你不是不装吗？为了儿子，必须装。你怎么这又反悔了呀？我现在就去交钱，让他们明天就来装。这到哪去了嘛？到现在还不回来，真让人操心啊！杏花，杏花，哎呀，都那么晚了你才回来，一个女子家家的多危险啊！咱们村有比你更危险的吗？我来了。喜欢，这样多好啊！你不躲我，这样多好啊！我说简建贵，你说你这么活得有啥意思啊？有意思啊，天天能见到你有意思啊。就这叫有意思啊？吃得了上顿，吃不上下顿的，天天惦记那点救济款啊，这活得叫有意思啊？咱们村还有几个没交那自来水款？除了孤寡老人无保户，就剩下你们那几个了。不嫌丢人啊？自来水还是要喝，这自来管道还是想装，只不过手头上没钱。30多岁的人了啊，愣让300块钱给憋住了？那麦积山石窟离咱们村牙长点地方，天天旅游的人都乌泱乌泱的，但凡你采点山货药材就能把那钱给赚了，咋就挪不动地方呢？抱着金饭碗你要饭吃，你还哭穷呢你？杏花，那好，我明天就去赚钱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赚了钱赶紧把那改造款给交上。杏花，你别生气嘛，别生气，改造款我马上交，我马上交还不行吗？简建贵，男人唾个唾沫一根钉，你说话得算数。算数，算数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啥？你家改装的自来水管子跟我谈啥条件？哎呀，杏花，你就答应了吗？如果你答应，我马上就交钱。啥条件？师傅辛苦了。不行了。王师傅。你这手艺不当职业厨师就有点浪费了。我哪能当厨师啊，差远着呢。到培训学校学个1年半载肯定没问题。真的？见你干啥，回头给你找个好学校。哎，谢谢王师傅。接下来有请全国民歌大赛歌王的获得者，我们的骄傲万喜。万幸上台了，万幸上台了。王师傅，我出去就看一眼，就一眼。好，马上回来。谢谢。刚妹妹的个大门上啊，狼山的汤呀，心儿么跳的慌啊，想看我的个嘎妹妹就绝摸，羊油妹妹闪得了红花开呀，听说我的个嘎妹妹就病哈哈了呀，把哥哥心疼坏了，趁上了心的病躺着我看你来，油妹妹万喜哥回村这么久还没登过台呢。
你们村穷的哪有钱请外戚唱歌？我们村听外戚哥唱歌可不用花钱，他在村里天天都唱。这外戚唱的就是好啊。那当然，他可是民歌歌王。哟，这大一钻二伸手把钱都交了。是啊，大一钻昨天晚上连夜交给我的。哎呦，外戚这小子真是有办法，连他们都能交钱。哎，老师说还有10000多才算交齐呢。是啊是啊，知道我知道。这10000多上哪儿弄去？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别说这10000多了，我这村委会也拿不出钱来呀。万喜给我打电话说钱的事儿他一定能解决。哦，杨妈，陈队长，我的改造费。哎，你不说你屋里没钱吗？哎呀，没钱可以赚嘛，赌博能赢这么多？哎呦，杨爸，我的手能赚上钱吗？不，那你这是哪儿来的呀？上山采的核桃果子药材，到集市上一卖，钱不就来了吗？嘿，哎呀，你别笑，这都是万喜的功劳，把这样的懒汉都给动员起来了。我可不是为了他。那你为什么？因为爱情。爱情。哎呀，老同学，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啊，能把你请来也是我的荣幸啊。咱俩谁跟谁啊？这种客套话就不用说了。哎，以后有这种好事儿，记得叫我。可以啊。但是这价钱方面你可得打个折啊。这必须的。哎，时间还早啊，要不我带你去我们村逛逛，我也好尽一下地主之谊嘛。好啊，多少年没有来你们孙集村了。不得了不得，老同学，温泉泡的怎么样？不提了，今天真的谢谢你的款待啊，让我大开眼界呀、啊！下次再来，必须的。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万喜哥，哎，梅花，你回村吗？回啊。我跟你一起回。行，那我这就开车去。哎，行。哎，今天谢谢你了啊，后会有期。嗯，老同学，你跟梅花很熟啊？很熟啊。我觉得这个女的不错啊。啊，不错就追呗。那还得老同学你帮忙啊。放心，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走了啊。行，上来啊。拜拜。梅花，你啥感觉？我觉得几年前孙集村跟我们红墙村是一样的，是田园县最贫穷的农村，可是你看人家现在呢。是啊，怎么能够富成这样？咱们红墙村的差距跟人家真的是越来越大了。要是有一天我们红墙村也变成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先回去吧。我说梅花，你这个没看出来啊，我发现你是木匠修转角楼，跟我之前了解的不一样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夸你能干呗。我现在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心地善良、心灵手巧的好女子啊。来，齐奶奶和龙爷爷的改造费不能让你出钱。这个程队长说好要保密的。万喜哥，这钱我不能要，你收回去啊。这钱我能要吗？能要你的钱吗？你拿着。我不要这钱，走了。
孙集村震翻了。谁把谁给震了？妈，吓死我了！你也太诡异了吧，进来也不敲个门。我还有没有一点隐私啊？没有。我问你，你今儿咋跟万喜一起回来的？是不是你俩约好的？哪有，半路碰见。真的？程队长说还差一万多，你能给咱垫上？我去孙集村唱歌就是为了这个事儿。万喜，那你就是把这演出费给搁在里边了？我知道咱们村的那个五保户、困难户根本交不起钱，总不见了一辈子不让他们喝自来水吧？哎呀，杨爸还得敬你啊！万喜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！客气客气，应该的应该的。嗯，杨爸，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个孙集村咋就突然富成这个样子啊？瞧人那房子啊，气派呀！眼馋吧？您不眼馋呐？这我记得我刚进城那会儿，他们村也不怎么样呀，怎么才短短几年就大变样了？就？那你想不想把咱们村也变成孙集村那样？哎。哎哎，杨爸，不想让我回城了是吧？啊，万喜，你要是真想回去，我也拦不住你。可是啊，你得想想镇长的话。啊，是啊，万喜，哎，杨爸对你有信心。哎，放心，我努力。这老话说得好啊，这人靠衣服，马靠鞍，一点不假。哎呦，来了！哎，谢花，来来来，请请请。不是说看电影吗？上你家来干啥？在家一样能看电影。来来，请请。在家看电影？啊，这哪来的电视机啊？借的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谢华，今天电视台放一部爱情故事片。你看电影啊？你看我干啥？你比电影好看。坚坚果，我是因为你守信我才来的，你可别瞎想。不瞎想，不瞎想，看电影。奶奶。这是刚挤出来的羊奶子，你把它喝了。听你妈说，你给村子里垫了不少钱。一万多吧。哎呦，不少啊，真好。你如今本事大了，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啊。奶奶，我也只能帮这一回了。俗话说啊，救急不救穷，咱们村的那些困难户太多了，我哪帮得过来呀？而且我也不富裕，等到有朝一日我赚了大钱了，哎，我再来帮助大家伙好吗？其实啊，你杨爸让你回来可不是惦记你那兜里的钱。哎
这我知道。嗯，从我的记忆开始，咱们这红乡村啊，就是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，山多地少。哎，真是，你说这勤快的人吧，天天下地努力的干活，也就挣个吃饱啊。可是这懒惰的家庭呢，那就别提了，有了上顿没下顿啊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这老天爷赐给咱们这地界儿，难道就是让咱们受苦受穷的吗？啊，可是那孙记村是咋回事？唰的一下他就富起来了呢？一样的地势，是吧？他咋就能富，咱们咋就穷呢？懒呗。那可不是，不是懒的一个问题，是这儿没开窍。奶奶，没想到您的觉悟倒还挺高。哎呀，万喜啊，你出去五年了啊，为啥腾龙让你回来呢？就是想让你呀，哎，帮助村子里面的人呐，从这儿开开窍。让我帮他们开窍？对呀，娃呀，你虽然现在是个大人物了，是大明星了啊，但是你毕竟是在这儿长的呀，你不能眼看着咱们这个村子这些人这么穷下去，你说对吧？娃，好好想想，别急着进城，行吧？奶奶，嗯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去吧。嗯。万喜哥回来是不是为了杏花？他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杏花姐？梅花，你那么晚在这儿干嘛呢？那么大风，小心着凉。哎呀，谢谢万喜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想事儿呗。哎，梅花，嗯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，人孙集村为什么就这么富啊？我听小满说过，他们村是靠小额贷款发展畜牧业发的家。小额贷款，借鸡生蛋啊？对啊。嘿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他们能贷款，我们也能贷呀。嘿，我得想办法弄个鸡来。那你不着急回城啦？不回了，不回了，先弄个鸡再说。嗨，这么大风，小心着凉。这可真是太好了。红乡村的引水工程顺利完工。多亏你们呐。多亏了万喜啊。哎，好，你看看。我没有看错人吧？哪里，是块好材料。老支书，哎，万喜，哎，那我就带队走了，还要赶下个村的工程去啊。辛苦辛苦啊！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哎，有功夫来啊！慢走，不送。呀，走了，这事儿终于给搞定了，可不是嘛，多不容易啊！不容易，不容易。杨爸。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最近我不是去了一趟孙集村吗？嗯，我可算是见识到人家村的那个气派了。所以有一件事儿啊，我不太明白，就短短五年时间，为什么别人村会有那么大的变化？人家村现在真的是富得流油啊，咱们跟别人也就隔着一座山，为啥咱们村就穷得叮当响呢？杨爸，咱们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，
找找致富的门路吗？你有办法了吧？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咱们呢学别人孙集村，搞养殖业，去问银行贷点款，买点牛，买点羊。别的村啊可以靠这个致富，那咱们村也行啊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想的办法也好，但是只有一点儿啊，钱的事儿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。啥意思啊？咱们村的贷款用完了，贷不出来了。啥？咱们村连贷款都用完了？哎呦，哎呦，我的杨爸呀，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你说，咱们那么穷的村，吃光救济款也就算了，怎么贷款也能用完呢？丢哪儿去了？全都吃了喝了呀？说啥呢？哎呦我去！哎呀，杨爸，你小心小心。杨爸，可不能再摔了。要是再摔，我欠你的下辈子都还不清了。你回来这么些日子，你看我哪顿吃过公家的饭，花过公家的钱？哎呀，行了，那这个贷款究竟用哪儿去了呢？哎呀，这不是村上的小学有堵围墙要塌了，我怕墙塌了砸着孩子，那不事儿更大了吗？我就把那贷款拿去修围墙去了呀。但让学校还呢？学校的钱不是一半会儿下不来吗？那得等到啥时候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学校不还，村里还。我的杨爸呀，你真是我的祖宗啊！我看出来了，你真的是挖个坑让我往里跳，然后我跳进去之后，你跟我说没有梯子，你爱干嘛干嘛吧。你说我除了在里面等死，还能咋办呢？你聪明，还能想着办法呢。我有啥办法？我走了。哎，我有办法了。兵呀嘛兵排排走，哥哥呢什么时候拉住了妹妹的手？哥哥你有情啊，妹妹我有意，你有情来我有意，咱俩不分离。三月里桃花花开，妹妹你走摘到哥哥更切切来，想你啊正想你，是谁的相思的你，睡到半夜个梦见你，梦见咱俩一大袋里。想口口咱们俩个个牢牢地走，想你啊正想你，深深的相思的你，睡到半夜个梦见你，梦见咱俩一大道理。我要拉你的手，我要拉你的手，还要牵你的口，还要牵你的拉手，手牵口口，咱俩个在牢牢里走，我要拉你的手，还要牵你的口，拉手手牵口口，咱俩个在牢。